小林国小的募书活动，就是我们想要募资，就是大家的意见，然后就是把500本书要送到小林国小。经过这次的活动，让我了解说，其实宣传募书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。所以呢，我打算以后假如还有这类的活动，希望以后也可以多多的去宣传，也可以把爱心散布给大家。虽然这一次到小林，捐助到小林的活动就是告一段落了，但是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就是我们希望影响更多的人。